台南这间人气水果冰店呢，在脸书公告，今天正式要来开卖人气商品之一的芒果牛奶冰。那么由于这项商品呢只在夏季开卖，也因此老板是公告必须要采取号码牌，没有办法现场排队，而且不接受电话预约，所以今天早上就已经有民众来拿这个号码牌。不过呢，拿到号码牌之后没有办法马上吃，而必须等到下午一点开卖才能够到现场来品尝芒果牛奶冰。来听看你就怎么说。都有公告所以知道。啊，一大早有来排队吗？对，刚刚10:40的时候来排队的。乌香啊，艾文啊，阿哥金黄啊，阿哥有蜜苹果啊，很多种啊，冻起来口味袂歹，但是因好食的咱个加放，啊若较下较咸咸个，啊夹起来感觉人客拢就。就介意安尼接受这样。而今年也因为各项人事成本都涨价的关系，所以芒果冰是有微调涨了10块钱。而这个超人气的芒果冰今天正式开卖，也让此中的顾客相当的开心。